今天凌晨，微博知名作家休闲路在微博晒出一张与窦靖童的亲密合影，并曝光与窦靖童的对话，称我问他，你妈是王菲，你不会有时候爱她爱到昏倒吗？他说有啊，他给我零花钱的时候。窦靖童的爆笑神回应不仅让他成功坐上段子手的席位，更是顺带把他的天后老妈王菲从高冷有距离感的神坛上拉了下来，让他瞬间化身为子女操心的寻常母亲形象，引发网友和粉丝们的疯狂热议。网友和粉丝们纷纷在微博上留言评论，有网友搞笑表示，幸福的孩子，你上辈子肯定是拯救了银河系，我要是你，每次他户口本都能笑出声来。也有网友则声称，你妈妈不给我零花钱，我也爱他爱到昏倒。夜思旅行中心上海报道。